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慧仪 Vanessa， 很开心今次可以和 Concord 一起合作啦。我们今次呢会为大家演奏 Brahms 的 Piano Quartet No.1。首自己聽過的 piano chamber music， 咁跟住之後印象就好深刻啦，一直都好中意Brahms 嘅chamber music 啦，亦都好中意 Brahms 嘅 quartet。咁所以咁啱佢哋又揾我呢次合作，咁我就話可唔可以拉呢只歌？咁我所以好開心有呢次機會啦。咁我哋亦都會 try our best 去到送好的音樂俾大家聽，希望大家可以過嚟捧場啦。今次咧，我哋除咗會演奏 Brahms 嘅 G 小調鋼琴四重奏之外咧，我哋 Concord 咧都會演奏 Mozart 嘅 G 大調弦樂四重奏 K387同埋 Raphael 嘅弦樂四重奏。咁喺12月2日禮拜日下晝4點，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就會有我哋 Concord 聽，同埋我黃慧儀為大家一齊演奏，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。Yes， 搞掂咗。